往后的一辈子被幸福围绕，我们一定可以白头到老，因为我相信真爱存在，我知道某个人会来，因为我会做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爱情从来不会结束，它永远只是开始。可是他笑起来还蛮可爱的。好啦，你喜欢就往右滑、很高兴认识你。分手快乐会让你觉得听他的作词作曲会有种可以思考，但是又不会到太沉重，因为他的传达的意义其实也蛮贴近我们大概这个年纪会遇到一些有关感情的问题，所以其实你也会不小心把它带到自己身上去做一些反思。很推荐大家来看分手快乐。他的音乐我觉得听完了以后啊，就会觉得真的是对台湾未来的音乐剧的人才感到非常的充满了希望。分手快乐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适合现在都会台北的男女们或者是同学们下课下班来进到剧场里面好好享受的。